大家好，我是丹哥，今天带大家来台北住饭店。那我们今天下班不回家，就去台北士林的一间非常新的酒店，叫万丽酒店。然后这间饭店它坐落于士林观礼旁边，然后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我会之所以会订的话，是它非常吸引人，它有顶楼有非常大的无边际。哇、wow. ！如果您住在台北是工作，然后今天可能礼拜四、礼拜五下班不想回家，你就可以来这边订一个两天一夜的行程。然后因为现在政府都有补助一些优惠，所以你来这边住也非常的划算，而且它也会送你非常非常多的折扣。不碰券。对，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。那我们现在要去看饭店里面有什么比较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，Let's go。哇，我们升等了行政套房，一整片的阳明山。然后还有士林观礼，没有想到说在台北这么城市的地方，可以有一间这么棒的饭店，然后有这么棒的风景。虽然没办法看到海，但是可以看到一大片的，就是树林啊、森林，也是非常的舒服。他们公司有跟政府配合那个安心补助的方案，那我们又是参加这个方案，所以除了减免1000块之外，连他的 mini bar 都是免费的。就是刚刚的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品客啊、新拉面啊，还有杏仁果都是免费的。还送一张1000块的下一次住房的住优惠券，超级划算。我现在后面就是它顶楼的无边际泳池，非常漂亮，而且重点是它人非常非常的少。要靠这一张去抢人气。现在要去士林夜市逛逛吃吃喝喝，因为这边这个饭店在士林夜市旁边很方便，所以晚餐不一定要在饭店吃，我们可以去外面吃一点比较便宜的好吃。出发。姿势很不标准。今天是入住饭店的第二天，然后我们也是中午来这边，然后它的泳池12点到2点会做清洁，所以你可以在大概10点11点就上来泳池。今天一样，只有我们一组人。限量的，像我们昨天大概2点、2点半左右来就没有买到，想要吃这个要趁早才吃了。好了，开动。怎么那么丑？
很好吃哎，我觉得没有输给法国的那个玫瑰可颂。它没有荔枝味。荔枝味没有。它是不同的。它比较就是真的就是很玫瑰的可颂，它里面是玫瑰果酱、玫瑰酱之类的。对。那法国它是多一个荔枝口味。所以两个是不同的东西，但是味道非常像，可以让你想起法国的感觉。而且它的玫瑰果酱没有那么甜，很好吃哎。它的玫瑰可颂真的很好吃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搜寻单哥飞行日志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你的留言和鼓励就是我拍片最大的动力。拜拜，下次见。